入来。董事长，你今仔日哪会还袂食药啊？我下早有提醒你爱食药啊，啊，毋过你早顿、中午顿药啊拢无食。陈秘书，我着甲你讲，我伫无用王卡的 case， 无迄个美国时间食药啊。等一下，我要找总经理食饭，你嘛爱来哦。奇怪，当初我今日哪会面看起歪一边？我感觉你倒位看起这种情形啊，用手机啊吹。大秘书，你搁徛伫遐创啥？总经理，当初钓伊。你搁咧找资料？今嘛是爱赶紧打电话叫我叫我车啊！喂，119吗？咱当初钓都只讲的袂清楚，靠手不牢。明哥，我个今晚已经昏倒啊！哎，董事长，今晚感觉安怎啊？也袂歹，多谢你前几工啊送我来病院。若无你的斗三工，我的事业就废啊！哎呀，小可代志，小可代志啊！顺便甲你讲个，我已经接手金融建设，你今晚已经唔是咱公司的董事长。你在讲什么五四三的？我辛苦经营的公司，哪有可能？董事长，伊讲了无唔对，我都已经同意啊。什么？无唔对，电视中李先生得到的是脑中风，也就是脑部的血管，也是血路循环有问题。发生这种病有两种的情形，一种是出血性的脑中风，也就是非外伤性血管破裂。另外一种是动脉硬化，让血管变得较硬，让脑部的血流袂顺，产生血夹甲血管卡掉，叫做欠血性的脑中风。若是拄到别人中风，一定要记得五、四、三。五就是中风可能的五种征兆：胸胸头真痛，胸胸讲话袂清楚，胸胸身躯半边麻麻，胸胸一边卡手无力。常常看不清楚，还是看物件有两个影。若是看到这五种镜头其中一项，请会记得四个字：忍、迷、不、乱。看到人常常脚手无力，笑的时阵嘴歪一边，讲话不清楚，这时阵千万卖紧张，一定要把发作的时间记落来，赶紧在三个小时内底送到病院。根据中方的研究指出。急性欠血性的脑中风发作的三个小时内底，注优血钾的药物，会当提悬脑中风的患者三成的恢复的机会，也是降低残障的程度。所以，请大家一定要量早送病院。中风不是老大人才会得到的病。假使讲你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也是高血油，有真大的机会会得到脑中风。佮加上你若有食薰，饮酒的习惯，也是体重过重、生活无正常，就增加得到脑中风的机会。爱加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。后摆大家若拄到身边的人中风，爱记五、四、三，看到这五种镜头，爱用四字的口诀：忍、离、不、乱来判断。若是常常脚手无力，讲话袂清楚，嘴歪一边，请量早送病院。三个小时内底的治疗效果上好，爱记你脑中风五四三，唔通让你的人生变作别人的五四三。